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在上一集里面，师父提到了无常是空，那么师父也提过无我是空，那么无常、无我跟空之间这三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那么了解性空的道理，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如何的运用它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师父，虽然您说这个无常无我您都谈了很多次了，但是无常无我跟空的关系，师父是不是可以把它再讲一次，让我们把这三者能够串联起来？其实呢，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啊，空，空并不是空空洞洞的意思，是空，是变动的意思，是变动的意思，而不永恒的存在的意思。空并不是等于没有，空是啊，我们肯定它是有，确定它是有，而且是生生不已的有，变变不已的有，这个一般的人希望讲它有，但是呢，这个一直讲有的话呢，只能看到表面的，而不能够看到它的本质的、实际的。任何东西、任何事物，它表面有，实际是空的。实际是空的原因，因为表面看到的表面呢，表面经常在变了。这个经常变是因为因缘才让它有的，是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，比如说那个水来讲，水。你说它是有还是没有？水一定说它有嘛？对呀、可是呢，水你加热加热，结果水会变成什么？水蒸气呀、就没有了。到加热到最后水没有哎。对呀、水没有了。你说水究竟是有还是没有？你不能够说它没有，你不能够说它有。所以佛法讲的是自性空，因缘有，因缘有。它是啊，它有变化的。你晓得因缘有，又承认它是变化，变化不定的、不停的、不留的、不留，永远不留在同一个形态下的。因此，这样子我们叫它无常啊。对。既然是不同的啊，不断的、不断的、不断的在变呢、那它的形态在变。它的性质有没有在变呢？性质也在变呢。对呀、云的性质跟水的性质不大一样。不一样。因此呢，它是在空中有，有之中是 空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《心经》里讲啊，这个不增不减，还有呢不生不灭，在。其实就是不空不有，这佛教讲的这个空啊，是讲的不空不空不有的空，这不空也不有，那是这真正的空，不是把它分成两截，有和空啊，对，把它截然的把它分开，那是一种啊虚空，那是一种空洞，那是一种啊非常啊寂寞的空。佛法讲的空不寂寞，佛法讲的空是非常热闹的，对，生生不息，变动不已，是，这是，因此呢，这是无常的，就是啊，无常是从哪里？从这变动之中，从有之中，你看到无常的，因为无常，又讲的是无我的，像比如说我们的身体，谁都说这是我，这是我。但是这个身体真的是我吗？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是一样的吗？对，师父讲过，上一秒钟的我跟下一秒钟的我也是不一样。不一样哎，没有这个连续不断的不动的不变的我，这个叫做无我。并不是说现在这个身体不存在。现在这个身体有存在呀。是。我跟你讲话，我在讲啊，怎么没有呢？这是临时的。临时的有，不是永恒的有，这个叫做空，
又叫做无我。是，哎，师父，透过您这样透彻的解说以后，我想大家都很了解了，无常、无我、空啊，性空。可是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哦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去运用它？它对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帮助？我们面对着的日常生活啊，可以分成三大类。对我们的感受来讲啊，第一是啊，有意顺利的，顺着我的心意的。对。第二种呢，不顺利，又不顺着我的心意，对我也没有利益，而且可能还有损害。这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是无伴痛痒的。没有跟我自己有什么利呀、害呀、冲突的关系的，它就自然的存在。这些东西放远的看，是跟我们息息相关。比如说原子弹在哪个非洲啊，或者是在欧洲啊，或者是在哪个地方爆炸了，并没有炸到我们这儿，好像跟我们不相关。相关吗？相关。一个原子弹在哪个地方爆炸，全世界都会震动。那对于这些的问题呢，我把刚才讲了三类啊，三类的问题，如果我们常常啊把它当成了无常的，是啊无我的，毕竟是空的，那好的事情我们不要得意的太早，利益的事情不要欢喜的太快，对于不相干的事，好像是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，我们应该多一份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实际上是跟我们有关系的，这是远一点而已。我多一份关心，并不是点多心烦，多一份担心，而是一份慈悲心。那多一份慈悲心的话，对这个世界呢，你会多一份热忱，愿意多一份付出。那么这样子的时候，烦恼是少了，忧虑也少了，可是呢，努力增加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透过师父的开示，我们可以了解啊，就是如果我们懂得了性空的道理呢，那我们的烦恼会少一点，忧虑也会少一点，但是努力呢可以多一点。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